去中心化金融如何大幅提升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加密货币充斥着多少风险？区块链究竟解决了什么大痛点？Web 三大西进的道路上，我们都是拓荒者、冒险者、开创者。我是 XRX 交易所的执行长 Wayne 黄耀文。It's time to go west. Web 三大吸进，大家好，我是魏黄耀文。大家好，我是 Winston。大家好，我是悠悠。大家今天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 setting 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 XRX 的新办公室。在接下来的不同的集数，或许你会看到我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小设计跟小巧思。那也欢迎大家呃继续追踪 Web 三大吸进。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开启一个新的系列。那这个系列很特别，我们也是第一次这么做，因为之前我们都是挑了一个特定的主题下去做嘛，但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本书，我们要从这一本书为核心去。 让大家看见整个产业还有交易所的样貌。他这本书叫做《无限风暴》，可能现在大家在书店里面也可以看到，它可能是财经类或金融类的一个畅销书。他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大概在两年之前，FTX 全世界第二大的交易所，它就是倒闭了。然后呢，这牵扯了一系列大家对于整体加密货币产业的醒思，还有大家在看为什么一个这么大，而且甚至是所谓的帝国会这样子。 一瞬间就崩毁了。那这本书呢？它的全名是《无限风暴：FTX 帝国兴衰交响曲》。它的作者非常非常的有名。如果之前都有在追踪相关的财经啊、股市啊相关的人，可能都有看过这几本书：《老千骗局》《大卖空》《快闪大对决》。这些真的就都是呃，如果你想要认识投资，想要认识金融世界，一定要看的圣经之一。那。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本《无限风暴》是 Michael Lewis。 他的最新的一本书，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英文版了。那今年呢，在台湾，呃，七月底的时候，由早安财经来出版，然后推出了中文版。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呃，w e n 还有我都有被呃邀请作为这本书呃的挂名推荐人。然后其实 w e n 很少会为书去做这样子的挂名，所以首先是想要先问一下 w e n 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愿意为这本书挂名来做推荐？ 好的，嗯，首先我们为这本书推荐哈，我们没有跟出版商有直接的任何的合作，或者跟作者有任何的合作，所以这中间没有任何的，啊、呃、啊、呃、利益。 啊、嗯，那但是我个人是追 Michael Lewis 追了很久，呃，我很喜欢看书嘛，那他一直以来都是我认为非常特殊的一位作者。后来我去研究说他为什么呃能够创造出这些东西。第一个，他在华尔街工作了两年多啊、呃，所以他过去曾经在这个金融机构啊、呃、做业务，所以他对华尔街的运作很多是很熟的。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第一本成名作是这个 Liar's Poker。 就是应该台湾翻成老千骗局嘛，哈，嗯，那么他这个让我印象真的是非常深的书，后来拍成电影就是布莱德比特演的，叫《魔球》吧，《Moneyball》啊、哦，因为《魔球》在讲的呢，是它那个是两千零三年出的，二零零三年各位网络产业才开始啊、哦，没有很久，那个时候呢，我们网络产业还没有所谓的成长骇客这些名词啊、哦，后来的这些呃数位行销跟成长骇客呢。 呃，可能是大概是，呃，都都是蛮蛮后期的，大概二零一二年，所以他大概早了八九年啊、哦，出了这个《Moneyball》。《Moneyball》在讲什么呢？他去访问了一个很有名的棒球教练，那这个棒球教练呢，可以是说是说是呃，美国的这个体育界呢，第一个是运用 data 来去管理球队的啊、哦，然后呢做的很成功。那我就记得里面有一个 quote，就是啊、呃，这个运用这个一个球队里面有。 啊，资料分析师，好，data analyst。那 data analyst 呢，就跟布莱德比特啊，在电影里面啊，就是这个球队经理说啊、呃，你不是在买球员。为什么这句话很有趣？因为呃，当时的都是球探哦、呃，很老的球探，然后凭着自己一一辈子的经验，但所谓的经验呢，反正就是他的一个直觉啊、呃，哪一个球员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们看了一辈子的球员，所以他们之前啊、呃，都是用这种直觉、感觉跟经验法则。 再选球员，然后再买球员。那这个分析师呢，就跟球队经理说：“You're not buying players. You should be buying wins. 啊，就是你付钱，你要买的不是球员啊，你要买的是你要赢几局啊。你付出多少钱，你能赢几局？这样。And in order to buy wins, you have to buy runs. 啊，所以你钱付出去，你要买的是安打数。所以呢，这个就是。 对上垒数, <laughs> 数，上垒数，然后那个是两千零三年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网络产业都还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哇，一下子一个很颠覆的概念，就是说，哎，我们不是在在看球员了，我们完全球球员是谁对我们不重要了，对这个分析师来说不重要，它就是我多少钱投下去，我造成了多少次的上垒，那因为上垒就可以再转换成啊、呃、这个赢啊赢球。 所以它完全是一个转换率的概念。那这个不要说在啊、呃、全世界体坛是一个新的概念，呃，连在我们当时网络产业啊、哦、都是非常新的概念。我也觉得说这个概念是让很多我们网络产业的大佬们当时有了啊、呃、后来的所谓的成长骇客的思想的萌芽。那么呃，Michael Lewis 呢，他有一个特殊能力，就是他可以把很多事情。 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因为这金金融事情都是很复杂的，他可以把它讲的很简单，很容易了解，甚至很有趣，甚至可以拍成电影。那这个对读者来说就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常常我读书的时候呢，一读到前面几页就觉得哇，我实在是够笨的，我真的是不懂、哦哦那。那但是呢，他的写法会让我觉得说，哎呀，哎我好我好厉害，我都会懂也没什么嘛，哦，这样就看完了，然后你就会有信心，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看完你就会。 有很多新人说：“哦，我懂了，这个、这个、这个东西我懂了。你懂了以后，你就敢去再去创新，再去发展应用，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对 Moneyball 的记忆。那么，呃，后来呢，就是在中本聪发表白皮书的两千零八年。两千零八年，大家都经历过很多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我的公司呃也差点啊、呃，因为两我我们都经营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啊、呃，成绩也很好。可是就是因为这个次房贷风暴。” 纽约开始发生的金融风暴，我们公司差点受到影响，差点倒闭，哦，那也是在呃这个时空背景下面，雷曼兄弟要倒了，Bear Stearns 要倒了，呃 f a n n y 和 Freddie 要倒了，美最大全世界最大的券商美林证券要倒了，在这个情况下，中本聪于十一月三十一号，好、哦，他发表他决定把比特币白皮书，他觉得说这个实在太过分了，他发表了比特币的白皮书，啊、哦，所以在那个年代，我相信很多像我这样子非金融出身的，好、哦。 科技人或者很各行各业人都都想要了解说，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华尔街的这些事情可以一烧烧到全球来？哦，那金融为为什么这个连卖一百三十几年的银行美林九十四年的券商，全世界最大券商可以这样一时之间倒掉？到底我们金融系统是怎么样设计的？哦，那中本聪，尤其像我们学密码学的嘛，那中本聪为什么又在这个时候啊、呃、坚持他在这个时候推出他的比特币的白皮书？那帮助我。 啊，学习到这一切的呢？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啊、呃，也是 Michael Lewis 写的书，叫做《The Big Short》啊。那、呃、后来他也被拍成电影，叫做《大麦空，他也是写的很有趣、很简单，但是又把一些事情剖析的非常的清楚。因为这一些啦，我就是一直在追这一位作者。那么刚好，F t X 呃 Sam 崛起的时候呢，呃，刚要崛起的时候啊，Michael Lewis。 就因为朋友的介绍认识 Sam，然后就决定说他要跟随着 Sam 啊。那呃，他那时候的态度呢，就让 Sam 觉得，因为 Sam 看不起任何的人。然后对啊，然后呃，那他就让 Sam 觉得呃，他是一个这个呃，就是一个笨老头嘛。但是啊，你要跟在我旁边，我就让你跟在我旁边。因为 Sam 其实啊、呃，也需要有人一直去讲话，去抒发他的一些事情，这样子。诶，他就这样子就可以跟在跟在 Sam 旁边。 那么，呃，大概跟了呃一年两个月、一年三个月的时候呢，FTX 就碰到了倒闭的风暴。所以那个时候，在 Sam 还没有去面对诉讼的时候，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产业很久了，啊、呃，没有比 Sam 这差不多同时的，所以是我们产业直接发生的事情。它其实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 进一家交易所里面到底有多少的猫腻？到底有多少的风险？F t X 究竟是出现了什么事情？当然，你很容易去说，因为 Sam F t X 跟 Sam 这个事情啊，又刚好 Sam 他是一个白人，他出生在上流的家庭，父母是 Stanford 的教授，他从小生长在这个他们他们家就在这个 Stanford 校园里面，所以很好的一个出生的背景，然后年轻，然后华尔街怎么样？ 哦，所以这个故事很容易就讲成是啊，所以其实他怎么样怎么样啊，一个一个一个白领诈骗这样子。可是如果这样去解读 C M，或者说他就是一个怪人，如果只是单纯这样去解读 F T 的这个事情的话呢，非常刻板，而且没有办法让我们从中间得到很多很多宝贵的学习。你今天 F T X 发生是倒闭了，那我们 X X 难道就没有相同的风险吗？ 我们真的了解产业里面所有的风险吗？那我们就可以保证说，哦，其他的交易所都不是像 CM 背景的人啊去经营的，就不会发生吗？因为这个产业非常的新，那么这发生的一切，它是我们产业最宝贵的经验。可是有谁可以提供我们最真实的资料？这最真实的资料很难找，为什么呢？因为我,我那时候看所有的媒体的报道，写出来的很自私啊，因为 CM 它的背景呢都是写一样的一个。 一个很自私的故事，那对我来说就没有价值。那那个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 Michael Lewis，就注意到一直在找这个 FTX 的资料，哇，就被我找到宝了，就是 Michael Lewis 的一些访问。讲那个时候他的书刚要出版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因为因为这个人呢，他另外有一个一个很强作为身为作者很强的能力。 那后来，他最近在他出了书以后呢，他也出了他的这个 storytelling 的 master class 啊，大师课，啊，就是在 master class 这个 app 里面讲，他认为一个好的作者啊，甚至一个传记该该怎么做。那其实我觉得他一个很特殊的能力呢，是他可以非常不带自己的立场，而且他可以不管社会的立场。那 Michael Lewis 有一样这种。 这种超能力，就是说，他可以很中立，他不去预设立场，他一个呃书里面，他没有要找一个英雄，他也没有要找一个坏人，他只是要找出跟人跟与众不同的人，以及与众不同的事情，然后用最中立的立场去解读这件事情。这样子给我们的权利是什么？ 我们可以有每个人我们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解读，而不受作者的影响，也不受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这个会让我们有最大的学习。到后来，到我呃，FTX 出庭受审在纽约，然后我每天晚上熬夜啊、哦，有几个我信任的记者有去现场，Lauren s h 是一个啊、哦，我信任其中几个记者，我就是熬夜去听他们当场的报道。 那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亲临纽约，但那个对我来说最贴近事实啊。很多当事人出来讲，对比 Michael Lewis 他访问里面，他对 Sam 这些这些事情的了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match，可以很还原当时的真相。所以这是我对这个书呃，我我这么 appreciate 的原因啦。那我也期待就是说，呃，在在这一次啊、呃，我们看这本书呢，我不会那么 focus 在 Sam 我自己，因为。 Sam 他有，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呃，他有很特殊的成长背景。我我比较呃非常非常有兴趣的是，都是交易所，其实做的事情都一样，碰到的困难也是一样，啊，所有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也是一样。那 FTX 他们当时是他决策过程是什么，他决定了什么？那么呃这中间有多少是一家交易所可以学习的？这样？ 呃，我自己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他一开始选择的视角是一个台湾女生叫田文馨，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对于中文版本的读者来说非常友善的一个入口，因为你从一个专门在负责他对外关系，或者是专门在呃营造他的形象或和呃对外沟通的这个人的视角去看见。那刚才 Wayne 一直提到的这个 Sam 呢，他是 FTX 的创办人 Sam Bankman-Fried，那其实很多人也都叫他 S SBF 啦，这是他的那个简称。你在很多的媒体上面，大家应该都直接用 SBF 来称呼他。那 FTX 他其实曾经是全球第二大的交易所。那在这本书里面也有说，就是他估量他的身价大概是两百二十五亿美金。当你拥有一个这样子的帝国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跟你交朋友。对，那这些朋友他是怎么样互动，或者是这些合作的机会是是什么样菜，或者是他在跟他们互动。 的时候，她展现了什么样的性格？我觉得这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引人入胜的一个方法。尤其她是一个台湾的女生，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哇，原来全球第二大交易所里面居然是有这样子的华人，这样子，对。然后，呃。 S B F 他自己本身就是留着一个大爆炸头嘛，然后就像刚才问说的，他的背景，还有他拥有的学经历啊，他的父母啊等等，让大家称呼他为华尔街金童。那不只是华尔街金童，其实后来，呃，因为他有一点点很像和社会格格不入，或者是你在新闻上面所看见的他。 常常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眼睛不看镜头，或者是好像还有在忙其他的事情，然后导致有些人就会把这个，嗯，你可以说。 更美好的想象就是说，哦，他好像有一点 nerdy，所以呢，他就是全心全意的在投入这个技术面，所以他在经营交易所的时候，一定是没有其他更多的心思的，因为他很 nerdy，他就是很专注这样子。我记得那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媒体，其实对他也都有这样子的想象。可是通过这一本书，就是一开始的前几段，其实我们可以完全的走进那个现场，因为呃，Michael Lewis 他就是像问说的，他贴身的在 SBF 旁边，呃，一年多的时间，最让我觉得很有趣，或者是哇，原来我也有机会知道这个事实的部分是，呃，他在接受 Bloomberg 或者是那个呃 Anna w i n t u r 的采访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见的就是这个采访后来出来的样子，可是我们不太知道原来这在在这个采访的现场的时候，他其实在玩电玩。然后呢，Michael Lewis 甚至是记录下来他在这个采访的过程中玩了哪一个电玩，选了哪一个角色，然后在哪问到哪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哪一个角色死掉了，然后死掉了之后，他又立刻去呃换哪一个角色，并且去选哪一个装备。然后这个虽然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可是一直让我能够对。 堆叠这里面暗示着 S B F 的性格跟他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所以你才在这个电玩游戏里面去做这样子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去架构出 S B F 可能呃到后来会影响他，或者是呃。 后来会导致这个呃整个 F T X 的事件的发展的一个呃样貌，当然后面他又更去架构他可能以前求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个性啊，他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他们家里面所信仰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啊，然后一直到他可能后来就业，然后去剪接，所以是一个高频交易的一个这样子。 呃，可能有一点在金钱上面，呃，非常快速、非常快速的要能够赚到钱，或者是获得利益，然后延伸到后面，他是一个所谓有效利他主义者这样的一个概念，才去带出 FTX 的这整个故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脉络。然后也是刚才 Van 有提到，就是 Michael Lewis 他的魔力，他这个人在呃撰写这样子的书的时候，没有刻意的要去说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可是这个是他。 那你要怎么看他？然后在书的最后面，其实他也有写说，S B F 到底是无邪的天使还是狡猾的恶魔？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呃适合大家直接去理解，在对于加密货币世界里面这一个呃可以说是画下一道分水岭的事件，它到底是从头到尾可能经历过什么样子的事件？但我觉得很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呃，当他在讲 FTX 帝国的兴衰交响曲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核心还是围绕在 SBF 这个人身上。就这个人，某种程度上好像撑起了一个帝国。而且，当我们讲到这个价值。 无数亿，甚至是交易量很大，大到你没办法想象的这样的交易所的时候，这个核心人物 SBF 似乎有很大很大的决策权，然后在这里面他扮演极大的角色。这个在很多其他的产业里面似乎还不是有那么多看到，呃，这么锁定在一个个人甚至一个超级明星的身上。w i n c e n 你觉得币圈为什么似乎有这样子的？ 巨星很长很长，突然间冲起来。例如说，Binance 全世界最大的交易所就有赵长鹏 （CZ） 在。呃，FTX 里面就会有像呃 SBF 这样子的大明星、巨星，然后他窜起，然后所有人仰望他，但似乎很快速的又这样子的陨落。FTX 其实一开始书面有讲，他一下子真的没有做到 Sam SBF，对，没有做到明星。嗯，那我也记得很深刻，是说就是。 大概我第一次认识 FTX，也就是在呃第一次的这个呃上一次的 ABS，它就有一个两三个小小的 Boots。哦，你说在台湾举办的 Asia Blockchain Summit 上一届 <A> BS, 不是这一届、嗯、上一届？那已经三四年呃三三年前四年前了吧？OK，、嗯、好，呃，四年有了 OK。那当时我记忆很深的时候，哎，我第一次听到 FTX，然后我们公司的这个量化团队超级爱。 超级爱觉得说这个对，这个产品好，这个产品对，非常棒。嗯、OK，然后我当然自己当了，我真的是不会用，我会觉得我不知道好在哪里。所以他一开始就非常瞄准像交易员这样子的，是嗯。紧接着呢，一个一个来，每一个在跑沫就是呃，FTX 这些 f t x 好用的，不全部都是交易交易员性质，都是专业的，都是专业的。业的所以。 我认为就是嗯、um,，FTS 它赢得市场真的，一开始啦，绝对是靠产品，而且它锁定了一个对的族群哦，k 这种专业的在这之前还真的没有哦，OK，就是 FTS 和 BitMax 我们是第一次，就是嗯，um, 这个产业终于有这个专业的交易员，传统专业的交易员们可以使用的产品，他们熟悉的界面，他们熟悉的样态，我记得他。 第二次声势很浩大的是，他在美国大选的时候，希拉瑞和那个那个呃、嗯，这个川普大选的时候，他直接在面开 option，他把他们两个的这个基本上就像是赌盘的啦，但他衍生金政治赌盘对，嗯，他衍生金金融商品化的没有，现在 polymarket 在做的事情，对, <laughs> 對川普跟那个呃贺锦丽对、嗯，然后突然间 OK 他又成为就是大众有没有就是呃又一波啊。 成为大众在讨论的一个交易平台，最后就是我们看到的，他走入了开始打人设，嗯，OK，打主打这个明星。那你这样回想起来，好像这个是交易所啦，我们这个产业的交易所惯用的手法，嗯，OK，都是主打这个这个明星，来主打人设，主打明星，仿佛这样子好像可以。 取得到更多大众的信任，所以我觉得这源自于就是呃，交易所还有这个产业它本身大众的信任层级是低的嘛。虚拟货币，然后再就是呃市场上面产生的很多很多怪象乱象。OK，然后再就是媒体当然是出现坏的事情有没有大幅的报道？OK，所以它本来就是逆风。对、okay,，所以很多交易所就是不约而同，它需要去主打人设，你要不就是成功的人士。 要不就是嗯，非常的有大爱，非常的有抱负，非常有理想；要不然就是我真的很有钱，有钱到有没有？你们你们不用担心，哎，所以我觉得交易所清一色在过去那个时代，清一色在主打，很容易了，就是陷入这个人设。可是我觉得那个很大一个层级，是因为这个信任层级，这个产业的信任层级就是太低了，这个原因。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它不可能。 长久，为什么？交易所就是交易市场，交易市场存在的意义就是说，你要促进交易的效率嘛。菜市场也是，股票的市场也是，任何的交易市场，它就是因为我可以降低所有的不确定性，提高透明度，进而成交的时候，大家成交的时候，在交易时它可以提高效率。所以，人设不应该这么叫，因为你本来就要大量的降人性。 你才有办法去成交，因为人性是不确不确定性的来源嘛，对啊，所有不确定性都是几乎就是从人性开始作为这个出发点。OK，所以一个成熟的市场，像是大家可以跟我讲说有没有这个纽约证交所的这个主席是谁嘛？大家可以跟我讲说纳斯达克的这个证交呃那那四个主席是谁嘛？ 让我一度嘴软，我就想说，到底是谁？我好像真的想不起来。是啊，是啊 <laughs> 所以尽管他还是有主席，他是还是个组织架构。对对，可是很少人会主打他。我会作为明星，但是我们这个产业就是清一色，就是采用相同的模式。OK，那我会觉得就不甚唏嘘了。OK，那读了这本书，满满的资讯又没有养分的原因是说，大部分事情。 不应该发生，可是却是过去在每一天发生在我们这个产业一直在做的，所以所以你说的没有养分的意思是说这些事情基本上它本身不该出现，应该不是在说 Michael l o u i s 哦，不 <laughs> 是不是不是不是，是你面所我们讲的这些乱象，嗯，OK 是，你中小企业很少会会管到那个样子。 哦，你说即即使是中小企业都不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几乎不可能，可能更何况是这样子的大交易所。是是嗯，那可是却有满满的恐惧。恐惧，对，你要知道，就是问题不在于就是 Sam 为什么把公司经营成这个样子，FTS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重点是在于就是到底我们现在所妖魔化的 Sam，OK、okay?。 是怎么样变成这样的 Sam？嗯，以以他的人格特质，确实是跟大家不一样嘛。如果书中所叙述的，还有我们在媒体看到的他的人设，OK，还有他展现出来那一面，其实他的他的人格特质是跟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很特别。嗯、对、嗯、对，他是不擅长就是交际、社会大众、上媒体，书中也都有讲过。但是是什么样的力量，把他一路一直往那样去推？ 你看到书中里面他所接触的每一种人，这些哪一个不是社会的顶流精英？嗯，运动员，OK，这个时尚圈，OK，政治圈，金融圈，哪一个不是各个领域最高最高最高的这个殿堂的等级的人物？难道书中有叙述这一切？难道上面就得到养分了吗？ 所以，到底 Sam 是怎么变成 Sam 的，还蛮可怕的。我看到真的还蛮可怕，一步一步逼近。一个连三十岁都不到的，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在这之前还真的是只有在这个这个交易室里面待过。嗯，然后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满满的社交障碍。哎，但是不可否认，他是一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嘛，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甚至对这个社会是不太理解，是该怎么样运作的。 那是什么样？他到底接触了什么样的社会？在他二十几岁、三十出头的时候，他接触到了什么样的社会？那为什么这些顶流的精英又去靠近他？他为什么靠近得了这些顶流的精英？这是很难的，就是几乎不可能，很难。一般人几乎不可能。就算你是相对成功的人士，或者是成功的人士，也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吸引到最顶尖、最顶级的人围绕着你。所以。 不但是没有养分，我觉得还有满满的毒。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如果说我们刚进入监管的时代，也代表说监管到齐全还有一阵子。我觉得我们都要很警惕，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警惕。所以我们要可以透过这些事件去了解金融业啊、呃、所有的危险跟啊、呃、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我们讲到 Sam 这个人，他他一路养成他后来啊、哦、很多的习惯。诶，他一开始在 Jane Street，他是被 Jane Street 啊、呃，就是华尔街一个很一个很新形态的、很赚钱的基金，就是跟华尔街有一些嘛，就是 Jump 啦、Tower 啦、Jane Street 是其中一个。Jane Street 用一个很特别的面试方式把他面试，这面试呢就是说一个啊、呃，他们要找这个非常对数据敏感。 而且又可以很快做决定的，而且敢赌的人，然后 Sam 是超高分这样子啊进去，<laughs> 然后进去以后呢，然后跟 Sam 说，哎，那你说，哎，j a m e 你的内机内控制嘛，因为发生一件事情嘛，就是说，呃，Sam 就会自己写 algo 就放上去跑了，然后会输钱，然后就跟他说 <laughs>，Sam，你绝对不能够在没有我们在旁边的时候，你就自己上了一个演算法去 trade。Sam 说，OK。 然后当天大家回家，Sam 就上了演算法，然后就睡着了。哎 <laughs> <laughs>、欸，说哎、欸、奇怪，你华尔些内金内空在哪里？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呢，Sam 有一次就赔了大钱，啊、哦，赔了几亿美金。然后他们也不追究，为什么不追究呢？因为我追究的话，其他人都不敢不敢冒险了啊！不追究，好、哦、只是这件事情我们以后不做。这很多从 Sam 早期他的这一些行为是被抓去啊。哦 选去最优秀，我们就是要你这样子的人，我们就是要你这样去做，哦、然后呢，很明显的公司内机内控也不好，然后出事了也不追究，这个就塑造了他最早期他第一份工作对他的影响嘛。那这个不是必修的这个华尔街了、喔。<laughs> <laughs> 所以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由这本书我们去更去了解金融业啊、哦，因为我们现在身处金融业里面的很多可能的风险。 我觉得刚才 Winston 带出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叫做 Sam 如何成为 Sam。因为刚才呃 w n 有提到，其实他前面的工作的经验，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出来，他有一些天生的特质，再加上后续的一些累积。然后呃，就像 Winston 说的，很多人觉得虚拟货币很虚拟。 或者是加密货币是一个好像存在但是摸不着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希望有真人似乎去代表这一切，或者是在这个产业成熟之前，大家好像喜欢用一些人设去堆叠，让大家呃有兴趣、好奇，甚至是喜欢成为信仰。这个是我们到后来看见的，已经有点类宗教形式的存在。可是当我们讲到人设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可以在往。 更后面去追究，就是真人设跟假人设，嗯、因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你会看到有一部分真实的 Sam，还有一些是其实我们之前不看这本书的故事，你在。 报章杂志，或者是在 FTX 当红的时候，你在别的地方看见的 Sam，其实和里面是非常不一样的。它里面显示了他的脆弱、慌乱、没有时间、急促的，突然间做了一个决定，或者是大家外面看起来超级成功，但他其实里面是一团乱的情况。你相互对照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假人设，但是他们刻意营造的；可是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假人设是我们幻想出来的。 当一家交易所很成功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呃，F T X 倒，很多人就会说啊，我怎么能想到全世界第二大交易所会倒？ 我怎么能够想到全世界第二大交易所里面是这样子控制金流的？我怎么能够想到他们会这么做，然后导致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损失？拉巴拉。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没想到，可是回归到最后，是我们为他冠了一个假人设，对，然后再搭配了各式各样的影响，所以 Sam 成为了 Sam，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Sam。然后我觉得刚才 Winston 讲了一个词，我一直我蛮想要再问两位的，因为你说到有毒。 对，就是这本书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毒嘛。对，那这些毒，其实，在加密货币的产业里面，目前还是很多时候是存在的。 那 Sam 是呃华尔街出身，所以他经常做很多那种高频的交易，所以他有这样子的特性。所以他一开始创造的产品是很合适交易员使用的。然后最后他们有一些功能，基本上也很符合这样一开始由这个团队创立所具备有的特性。那你们两位刚才有说问是职安人，Winston 你是做。 传统的呃进进出口贸易，那你是做三 C 产品的，就是你们是怎么看这样子的毒？而且我相信你们自己本身面临过很多毒的诱惑。那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是是你们是怎么回想起面对毒的那时候的自己？我想就是说这个毒，我觉得呃，我们从产品面来讲哦，那因为我们谈了很多实验本人嘛。 呃，我们可以再回到 Winston 讲的，就是说，交易所它就是一个集中市场，它应该是要一个很中立的、有效率的集中市场。好，所以就产品面，FTX 交易所，我们不讲 CM，FTX 交易所它当时是一个很具有吸引力的交易所。这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为币圈本身流动性是不够的，连比特币，如果你真的要跟啊、呃、大的外汇或者大的美股来比呢，它的流动性还是不够。对于许多的专业交易交易员来说， 然后它常常价差还是太宽，所以当时这个交易所呢，为了要做出好的使用者体验，做出有效率的交易环境，给这些专业的人员呢，通常他需要啊、呃、自营这个造势，就像是 FTX 有 Alameda，不止这样子，而且造势不论是自营的造商或外部的造商，常常他需要去赌一个方向。 它不能是说，呃，我是中立的。所谓中立，就是不论市场怎么起伏，我基本上不会赚，也不会因为市场的起伏而赚赔啊、呃。我只是去提供流动性。这样子的话呢，价差没有办法压得够深，深度也没有办法提供的够好。所以大部分呢，这个造势商呢，为了要营造出好的交易效率，为什么？因为区块链本身盘是小啊，盘小，交易量小。那为了要跟国际的其他的啊、呃，这个。 金融交易商品呢，能够啊、呃、compete，能够竞争，能够有更好的交易体验。那么造事商本身就变成不是中立啊、呃、的造事商，而是比较类似量化基金。我看一个方向，如果我是看多的话，好，那我的买单就可以压高哦，因为反正我看多，那这是我的价加仓 K D。我看空的话，我的卖单哦，类似这样。那么嗯、呃，这样子是可以达到。 使用者很爱，每个人最爱的交易所。可是，那如果一旦这些招大招式商看错，或者这个交易所本身的自营招式商看错而惨赔，就像 Alameda 那个时候啊，因为 Terra Luna 的 collapse 啊，它一下子惨赔。那这个时候，所有人可能因为交易所可能面临倒闭的风险，那所有人都赔。那这样子的毒呢？ 我觉得你很难拔掉，因为已经你已经透过承担极高的风险去创造出好的交易效率，或者弥补啊、哦、我们在交易效率上面跟传统金融之间的不足，哦，去创造出这么好的使用者体验，然后呢，也养成了使用者啊，我就是很低的交易手续费啊，什么什么什么，好，这所有的风险一旦爆发的时候，要怎么承担？是大家一起承担吗？ 那如果你把风险考量进去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提供出来的市场真的是一个好市场吗？可是如果你今天说，那我要把这些风险都去掉，好了，那你的交易部变得比较差，交易效率变得比较差，使用者体验变得比较差，大家不会接受啊。所以像这种毒，我觉得不容易解决。我我当然还可以在衍生讲很多，就在经营面、在产品面、在交易面、在功能面。 的市场面的很多很多种毒，可是我比较想要切入的角度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些毒啊，在社会上满满都是了，就是你说的人性嘛，是，嗯，是，就是善会变成今天的善，有没有？就是不是一天造成的，可是也不应该这么快造成，是谁加速的？ 对，因为他的崛起跟陨落真的是短短的几年，甚至是在对最巅峰一一瞬间 collapse，大概就是一年，没有一点东西是合理的。嗯，瞬间的财富<不>，OK，瞬间的增长，瞬间的这个社交圈打入的社交圈，瞬间的这个这个这个决策权，瞬间的所有的东西，一切没有是合理。他比较像是哈一个社会的缩影，短短在两年之内快转。 快转 <laughs> 跑马灯 <laughs>！你你的身体不够好 <laughs>，OK 不够健康也、嗯、没有，你是很难抵抵抗得了这样的毒。那这种这种毒，我觉得，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啦。尤其是你越成功，嗯，你可能会面对到的这诱惑就会越大，你的权力越大，你面对到的这个就越多。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一定是一定要学一点历练呐。 需要多一点的对的人在你身边，重点还是你要有束缚，嗯，你要有框架束缚你自己，不管是外来的框架。OK，如果讲白一点说，哎，如果在我们这个产业监管的框架确实是必要的，不可以仰赖人性。OK，但是框架不代表是这种外来的而已，有时候一点点的责任，其实我也看得很很清楚，说他的家人其实并没有让他在家庭上面承担太多的责任。OK，那当然源自于他个人的个性或怎样，其实我不知道。 对，可是我觉得要去抵抗社会上的这种大大的诱惑，大大小小的诱惑，越成功，你要面对的越多。那你能不能感觉的过关？其实你真的还是需要有足够的，我刚刚讲的那些经验啊，对，框架、啊、责任啊，或许一点智慧吧。嗯，对啊，所以是还蛮唏嘘的。这个这个真的不是你感觉真的很感慨耶，<laughs> 是个不是很快乐的书，然后就是看完以后你会流汗。 <laughs> 但你把它当成闹剧看是 OK 的，可是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进行交易所，你都深陷其中，对，你都深陷其中。 所以你要我把它当成闹剧看，其实我没办法。对啊，因为你自己也是交易所的经营者啊，也是这个产业中很早就踏入的。啊啊、其实，呃，FTX 是一个案例啦。但是，其实在过去十年，你们是亲眼目睹了非常非常多，也之前一度是全世界第一大交易所，后来突然间退下来，但又有人补上，就是一个浪一个浪的一直往前。我我我想，武汉我也比较幸运的是说，没有，我们毕竟都不是第一次创业。 欸、在过去的几年，我们都相对性的累积的还不错的成果、啊，不错的经验，所以在看待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角度是比较不一样啦、啊。对、啊，那你说一个二十九岁、三十一岁瞬间这样子，我觉得，哈哈就是这个毒哈、哦，是这样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个人呐、啊，太快速的成功，通常是一种毒了、啊。对呀，通常这个快速的瞬间的成功，不论是企业或个人，然后没有经过足够的失败就直接成功。 这个毒很难拔掉、嗯，这重要，这重要，这个、足够的失败，对，对啊，这个就会是布局你过去、以后二十年以后你大衰败的毒，然后这种毒很难拔掉，因为你成功的时候，这个毒会中的很深，这样，这个，<laughs> 那所以，呃，我觉得各位加入金融圈或加入币圈，你要的是二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你可以笑傲江湖，然后你回首你二、呃、你过去二十年做的，你非常骄傲，然后你很多故事、很多榜样可以跟你小孩子讲，这样子，然后你觉得哇我，我真的没有没有白过我这辈子啊、哦，这个是你要达到的目的。那如果你只是诶、欸，很追寻很多这个媒体上你看到的这些快速成功，然后你觉得说。 反正我先赚到钱，反正这个社会没有给我任何机会了。我要翻身，我要买房，什么都不可能了。所以我唯一的出路就是跟这些啊。呃 金融大神一样，我快速赌一把，让我赌赢了，我这辈子就 set 了。可是你赌赢的同时，可能你这辈子是是创造你这辈子最拔不掉的那个赌，这样子。<laughs>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刚才 v i n c e n 有提到一个词叫做身体健康，就是说你的体质是不是够强壮。可是这里讲的并不只是一家公司或者是一个个人。 呃，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在暗示一整个产业它是不是身体够健康？<是>对，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FTX 这个呃事件之后，掀起了一波全世界在监管上面的呃一个浪潮，就是对于区块链它这个新的技术，还有对于加密货币这个新的产业，大家必须要正视它，而且要去为它找到一个可以运作且长期运转的这样子的环境，所以。 不只是身体健康，刚才温子成讲到的，可能要有框架、有束缚，这件事情可能是对。 一个个人、一个团队、一个产业跟整个生态系里面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身体健康的一个方法。嗯嗯、那 Winston 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呢，他为这本书下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结论。就除了他刚才的人性的感慨之外，他说这本书事实上是交易所的反向圣经，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必读，可是你必须从里面汲取教训，因为它会影响这个产业未来十到二十年是不是。 能够身体健康。那这里想要问一下，Winston，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这个系列，其实接下来几集都会延续着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些事实。我们再从专业的经营团队的角度去带大家看见一些背后可能造成的影响，跟我们要学习的知识。为什么你说这一本是反向圣经？然后你希望它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我觉得我们这个产业，尤其在经营交易所，没有现在最缺乏的是基本功。 嗯，OK，因为因为其实这个产业的刚开始啊，一直到现在都不见得有对接到就传统金融产业过去几百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它是不是一个传承？OK，然后再发展的，所以根本没有传承，所以大家以大家自己的想象，OK，在进行交易所这件事情，OK，所以我们前面有讲过，我们连名词都对不起来，OK，、嗯、之所以把它定义成反向圣经，是说我们回到那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OK，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laughs> OK，但是什么该做，嗯、什么不该做，还可以再深层的去播。OK，呃，你知道说不应该动用用户的钱。OK，这是很简很简单的。我们先回归这件事情。OK，大家不该动用用户的钱是 common sense，不是以前要动用用户的钱才是 common sense。我们先回到这个最基本小学生都应该知道的。OK，好，做坏事 OK 下地狱，OK 做好事上天堂，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有没有？就是就是先教导起。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再深入。你不用动用了钱，但是我们需要框架，不是靠你自己讲。我们要依赖人性。这本书上面依赖人性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OK，所以你需要审计，你需要的呃会计原则，你需要有信托。OK，你需要有这个层层的。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一层一层的去探讨。OK，那我觉得透过这一系列，我们透过一本书，我们今天不是要探讨 FTS at all。 OK，但是但是很难得，就是有这本书，而且是以很特殊的角度去解剖了 FTS 这件事情。刚刚好 FTS 这，我认为它就是监管和非监管的转业点。嗯，OK，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起始点。嗯、那我觉得说，透过这一个机会，OK，我们开始跟大家分享，以类这种导毒的方式，OK，把养就是把那些毒抽取出来，OK，试图把它变就是转化成养分，OK，那也相对的对我们自己的交易所做一个检视。 哪些我们做的很好的地方？有些地方我觉得我们很自豪，非常的自豪。有没有？就是我们做的很好。但是看到这本书，有些地方我也在流汗，要赶快。对，<laughs> 嗯，很期待跟各位啊、哦、一起来读这一本《无限风暴》这本书。那呃，我觉得各位呃，不论你是在区块链里面啊呃,呃投入有兴趣的朋友，或者你在做这个加密货币相关的投资，或者你是区块链的从业人员，好、哦，这个《无限风暴》啊。 呃，我觉得各位可以想象，就是《阿甘正传》里面哈，啊、呃，他们后来为什么赚大钱呢？因为一场风暴，所有的船都挂了，<laughs> 剩下他唯一的一艘。<laughs>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正在一场还在一场风暴里面，因为我们在的这个区块链海上哈，它充满了漩涡，只是它刚好卷的一个 F T X 还没有卷到我们而已。但是漩涡都没有消失，<laughs> 但是透过这无限风暴呢，我们可以了解所有这个海上的啊、呃、风险在哪里啊。呃 那呃，只要我我是很相信，因为这个产业还非常的新，它机会真的很多，所以只要我们是最后的那一些仅存者哦，那整个天下会是我们的这样。嗯，对。那我们这个系列特辑呢，叫做《从无限风暴解析交易所的过去与未来》。那这一集呢，就像 Winston 说的，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书籍的导读，而且呢，不只是。 带大家读，我们还要再往后去，呃，分享更多我们所看见的机会跟风险。那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然后也敬请期待之后从《无限风暴》后面延伸出来的各个精彩的呃系列特辑。那这一集呢，我们基本上为大家呃带来了呃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说在监管时代，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巨星，但是。 当进入监管时代的时候，加密货币是不是真的能够创造出身体健康的这种环境、跟团队，还有整体的生态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再靠一个摇滚巨星来撑场，或者是当一个摇滚巨星从神坛上跌落的时候，它对我们的影响或许就不用再是这种天翻地覆的一个状态。哦、那后续呢，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 Web 三大西进。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w 非常谢谢 Winston，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谢谢各位，谢谢您收听 Web 三大西进。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 X Ray Telegram、Instagram 以及 Facebook 中文社群，连结都在节目下方资讯。也欢迎追踪和订阅 Web 三大西进 Podcast，不要错过任何精彩的对话。我们下集再见。